公司规模扩展的速度太快吗？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和合作伙伴需要使用您企业的应用程式才能完成工作。如果要提供安全的存取给各种不同的使用者，就得架设 VPN、防火墙和其他系统。这样的过程耗时费力，而且日后维护也颇有难度。使用以管控使用者为基础的传统架构会使您的企业面临风险。传统架构中有 40% 的连线来自授权使用者，这一点不容忽视。您再也不需要使用老旧的存取技术了，因为 Akamai 的 EAA 可以为您所有的内部程式提供安全、简单且快速的连线。EAA 是一种云端服务，只会把使用者连接至他们所需要的应用程式和资料，而不是整个网路。EAA 采用网页单一登入机制，可以提供顺畅不间断的使用者体验。此外，你还可以少装几台伺服器，而且不需要再透过 VPN 使用网路，也就不用修改防火墙的设定。EAA 可以跟您现有的应用程式、目录和网路互相整合，而且不用30分钟就可以完成设定并且启用。我们还有提供其他功能，让您的员工可以快速且安全的存取应用程式。更多资讯请参考 akamai.com/EAA。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欢迎洽询01科技。